你呢？月光，我手机呢？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！不知道他是谁，敢打我姐们儿！先别打了。120吗？我们这里有人受了伤，地址在晨光路。队长，我们到了。心率130，呼吸40，血压75，还在急速下降中。通知血库，准备6单位红细胞，立刻安排急救。家属不要进了。脑部有些轻微的脑震荡，不过其他外伤没伤到要害，好好休养就行。太好了，谢谢啊。今天晚上就去病房陪他吧，等麻醉过了他就能醒。徐来，没事了，好好照顾他。
醒了，我去找医生。不许再这么逞强了。再休息会儿。